是 Jennifer， 那又到了我们的亿万富翁威力彩之路。这次威力彩大家都知道4.7亿，真的太迷人了，所以我一定是又买威力彩咯。那我这次呢开奖的速度会快一点，不要那么啰嗦， OK。 那我这次第一张，好，那我们这样看，第一张数字是这里，看到吗？会相反的，哦，我已经按好了，我们一起看结果。噔噔噔噔，我按到什么？对，这里。好，我们一起看啊，哦，开奖是什么？中奖，下一张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继续第二张。第二张就是这个数字的相反，看一下。OK。好了，来了，我一样按好了，按好，好，好，主要是结果啦，结果比较重要，过程呢也很重要。来，一二，开奖，中一码，继续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对第三张，那我让你们看一下第三张的号码，就在这里。OK。好，再来，接着这个，我按好了，不要让你们等我太久，要开奖了，一起公布结果，中奖，一码对不对？一码对不对？继续，第四张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第四张，我一样啊，都会先输入好，但是我都没有按开始。我都没有按对奖，然后让你们看一下。好，看好了，我们来看结果。在哪？啊，两码。有越来越好的现象。继续第五张。OK， 那再来第五张，我们一样动作快一点哦。OK。第五张，叮叮叮叮叮，我输入好了。那我们一样来看结果，来，下一幕，来，一二，中奖，噔噔，又中了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200块哦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应该是哦，跟上次一样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张，等等。好，那我最后一张输入好，让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字很神奇，343536，后面竟然是零号。那我输入好了，那我们一样一起来看结果，中奖，噔噔，两码，啊，一样啦，一样是600中200。好，不说没关系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那也记得支持 Jennifer， 订阅、按赞、按小铃铛，再帮我分享一下，拜拜。还有订阅不用钱，订阅不用钱。OK， 拜拜。